年就这样哇，哎，我可以。我本来一直以来都很帅的，可是我这次跳成辣妹，是最辣的姐姐。乘风2023四宫舞台和知府及第一届师姐孟佳合作闭眼跳舞，一展性感，并公开了幕后花絮。只会想放 C 的副歌，对啊，这真的是太经典了。就是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件事情，而且我也觉得，哎，自从三公以后，我好像跳舞也没那么，对我也没那么困难，只要不要再一次两首歌就好了。可是这一次我就，很性感的这种，哎，我做得起来，我也可以，这种我都可以，好不好？这种的时候，这个手要放下来，好不好？这样放到后面去，然后就这样，手要这样打开，要甩一下头，好不好？可以耶，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做过甩头的舞，哎，我可以这样，我可以这样，我跟你讲，得，我可以耶，好不好？我还是对，得。我也可以，那我还做这个的，还有这样挖下面这种，哇，哎，我可以，还可以这样，还可以这样子，然后这样挖过来，哎，我二起，我像 S， 我像你们看这样子的 S， 像这边的 S 不大，哎，可是还是有一点呢，这样的我有哎，我这次真的是跳成辣妹了，哇哦。我本来一直以来都很帅的，可是我这次跳成辣妹。我还有做一个东西哦，我还有做这个，这样子，这样从那边这样弹一下，然后这样哎，然后跪下去这样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我做这个，然后我还这样子。哎，你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跳成辣妹的辣妹。老娘收工。